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2.7 双五星技能曝光，召唤辅助加流萤色后来了。八月流水出炉，二月六日乱破技能改动， 2.7 停云上位来了。3.0 双兵成女定位曝光。星穹铁道 2.5 飞霄。知更鸟卡池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。紧接着就是 2.5 下半卡池灵杀和 2.6 卡池新五星角色乱破的登场。各位开拓者们的星穹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 2.6 卡池新五星角色乱破的相关消息了，有关于乱破 V3 的技能改动也已经来了。简单来说就是相比于 V2 乱破的数值进行了改动，能量从原来的160改成了150，大招数值160改成了150，乱破的高命失消了，仪器的话也进行了削弱。这么来看的话，乱破对单加强，二命跨属性能力加强，不过毕竟还没上线，具体还得看后续上线后的实测。而说起后续 2.7 到 3.0 卡池的相关消息，就目前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 2.7 卡池大概率就是最近提及较多的星期日和 SP 停云这两位了，其中 SP 停云据说是流萤的售后队友，大概率是击破队辅助。星期日的话，现在来看本身就是同血辅助角色，加上相关的机制消息来看，召唤物拉条充能溢出额外能量条，极有可能是停云的上位。不过 2.7 还有个 SP 停云倒是有点让人难崩了。至于后续的 3.0 版本，目前说法最多的是冰毁灭阿格利亚和冰炽石 SP 黑塔两位成女五星角色登场，其中阿格利亚据说是召唤物 C， 黑塔是本尊，两位女角色的体型也都类似于女开拓者，和卡夫卡差不多。当然了，还是那句话，毕竟是网传的消息，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星穹铁道 2.6 卡池越来越近，新五星角色乱破也即将登场，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各位开拓者们比较关心的 2.7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。根据最新的消息来看， 2.7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基本上可以确定了。 2.7 上半是星期日，下半是 SP 停云，其中星期日是限定同鞋， SP 停云是火虚无，双五星角色登场还是比较香的。而说起星期日和 SP 停云两位新角色机制定位相关，就目前的消息来看，星期日大概率是单 C 拐，一命可以拐全队，同时和召唤物有关。 SP 停云的话据说是流萤的售后队友，定位更偏向于副 C， 就是不知道 T 超击破队的哪位了，大概率是围绕击破和倒踢一体的角色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毕竟是网传的消息，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关于星铁八月流水数据也终于是出炉了。废话不多说，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。整体来看，八月流水还是不错的。所以说，各位开拓者们觉得怎么样呢？